哎呀，都是重病的。本来是鼻癌，现在转去了末期的皮肤癌，他是否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几几年的？七一年属猪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比较麻烦，他身上有一个很不大能讲的。你不要介意，那可能是他前世的，明白了吗？他身上有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死掉了，在他身上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你可能想得出来，也可能想不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一直拉着他，听得懂吗？他现在，我告诉你，鼻炎是开始那个灵性在他的鼻子上，后来到皮肤癌，是因为他生癌症之后，他有一段时间不知道，还继续吃了很多活的海鲜，慢慢的扩散到皮肤的，本来就是鼻癌，明白了吗？现在转移到皮肤，但是皮肤癌是没有问题的，他真正的致死的问题是他的鼻窦，就是鼻子里面这个地方。明白吗？现在呢是这样的，他两个鼻孔啊基本上不通的。对对。还有我告诉你，这个灵性的两个脚揣住他的鼻孔里面，使劲的往里面揣，就是往里面踩，所以呢他这个鼻子啊抽，经常会抽啊，明白了吗？没有感觉，但是一直流鼻涕。对对。还有身上的皮肤并不是全部都是癌症，是有局部一块是有皮肤癌，听得懂吗？这个没有关系的，皮肤癌可以切除，但是鼻子上的那是治他的命的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叫他先把这个女的念掉，不管是谁，这个女的首先先要念108张小房子。108张。哎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他现在讲话都不大能讲。对，他不能讲话，他现在讲话出来，因为从鼻子不通嘛，所以他根本口腔当不了声的。但是台长可以让他发一点声音。因为帮助，因为让你们今天来了很多还没有念经学佛的人，让你们知道一下，我可以让他发点声音，明白吗？你比方说我问他几个关键的问题，你愿意不愿意还这个女的账？你是愿意你就说是，如果不愿意你就说不是，好不好？你说吧，是还是不是？好，这是一句啊。我叫他接下来还要清楚，实际上我现在在帮他通鼻子呢啊。接下来我问108张小房子你念不念？清楚点了吧啊。你学佛，你到底学不学？如果你学的话，你就有救。你学不学？就是像人家嗓子很低的学，学就是这个事情。我学，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不要再去讲他了，他心里很内疚。他很痛苦，所以你要让他，你看，他知道台长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因为你整天的讲他讲他讲的太多了，他受的恶气也很多，所以我希望你真的不要讲他了，明白了吗？否则的话，他要死的话，他会回来找你的，你也活不长，
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请问台长，就是先念108张的小房子，先念把那个女的超度掉，然后要把病全部治好的话，1000张小房子。念了一百。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现在死不掉，让他活受的。那个女的现在不想把他拉走，就是让他活受，听得懂吗？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我都看到她穿着一套运动衫、运动裤，说不定是个体育老师或者是搞体育的。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她，她就自己不检点，作孽了吗？听得懂了吗？你看，她还想讲话，还要做动作，明白吗？不要去再讲她了。那是过去，那已经是受苦了，明白吗？现在让他好好的，精神上愉快一点，让他好好念经。啊，好了好了。请问台长，我可以看看家里的风水吗？因为没多久之前，有一个师傅来我家看那个风水，讲厨房的那个很不好，很不好，是造成他生病。然后他说，如果再这样子下去，会一个一个都会走掉这样子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厨房里是有问题，这个师傅讲是讲得对的，但是不是造成他生病的原因，明白吗？你们家的厨房有一个人形象很难看，两个眼睛这么大，我就不想讲了，白的透明的，明白了吗？我现在把你家厨房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家的厨房很大，你的家很漂亮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不要再继续用那个厨房，是吗？不是，不用厨房，你不吃饭了，你在买面包吧？是说要把房厨房里的灵性念掉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请问台长，可以问一个亡人吗？哎，没时间了，后面还有好几个，好吧，先帮他慢慢解决掉啊。他很聪明，他脑子很清明，他一点都不傻。明白了吗？好了。